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呀。然后今天给大家看看我恢复的怎么样了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就，哎呦，那撒一边去，那撒一边去。呀，给大家看一下小伙儿的伤势是不是？你看这本本不依不饶的，是不是？好。哎，严肃一点，不严肃有时候，呀，你下都别急。你这货真是，哎呀。小花的那里已经恢复的，就是。已经开始缩小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因为他那里胀的有点大，所以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啊，就是这样。嗯。然后有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我的摩托修好了。我等一下，我先去把我的摩托给骑回来，就是这样。嗯。本来想着他等到下个月初啊给我修好，到时候钱再掏给他。没想到今天修好了啊。今天又要。要出一大笔开销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哎，先把摩托带回来吧，这总归是好事嘛，是不是？小花的脚也恢复的不错啊，总归是双喜临门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。然后的话，这里它已经冷静下来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位置已经消肿了，开始变小了啊，大家看到没？已经开始往正常的大小回缩了啊，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嗯，不错啊，大家放心好了，嗯。然后我的电瓶车已经推出来了啊，然后我现在就出门了啊，去把我的摩托给带回来，顺便看我叔在家没，让他跟我一起、啊。然后现在我带着我叔啊，我们俩一起去那个村里面把摩托给取回来啊，就是这样。电瓶车让我叔到时候骑回来吧，然后摩托已经修好了啊，已经骑回来了，我也是醉了。哎呀，他里面给我好不容易给我那个线不知道怎么连的啊，反正就挺费劲的啊。这个维修费反正就是150块钱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修好了，来我奶奶家看一下啊。我这是我娘来了啊，我娘来做饭啊。我说摩托，我的摩托坏了，去修修摩托。啊，修修摩托，你过来炒菜。嗯。然后我现在摩托车已经推回家了啊，就是说还是放在这个位置吧，放在这个位置。不能放在这儿了，呵呵，我走，真的不能再放在这儿了。放在这儿的话，就是怎么讲呢，对吧？可能按风水来说，这边因为有水嘛，这边是排水的，这边也有水，对吧？这边属阴，对不对？属阴的话，这些老鼠可能从这里过或者怎么样，就不是很好啊。所以的话，这个车子或者啥东西还是不适合放在这个位置啊。其实说实话，就挺尴尬的啊，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含义啊。按五行来说，这边就是有点属阴性了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因为有水嘛，都有水啊，都有过道啊，就是这样。没想到啊，对，最后又花了150大洋啊，把这个摩托修好了啊。之前摩托放在这边的位置，对吧？放了那么久，放了两年三年，对不对？就一直没出过问题啊。就放在那边的位置，有没有10天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大家可以翻一下之前的视频啊。就是这样啊，一下子出了那么大问题啊，就是这样。哎。就是这样啊，以后还是放在这边的位置吧，这边是属于阳吧，有阳光，有啥老鼠不敢造次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然后的话给笨笨准备了一个礼物啊，看这是啥，笨笨，看这儿，看这是啥，看这是啥，笨笨，送你一个礼物啊，送你一个礼物，这样你有了这个礼物你就可以出门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就是这样啊，大家觉得这个漂亮不漂亮，阿飞选的啊，漂亮不漂亮啊？我给笨笨带上啊，给笨笨带上去。嗯，哎呦，刚好，我操，大小刚好，我靠，牛逼了！哎呀，帅，帅得很，帅得不要不要的啊！然后的话，我们已经把礼物给笨笨带了上去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相当的帅气啊，相当的 nice 啊，他这个最后一个扣刚好扣上去啊，不用再打孔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那小花在那儿急的，小花说咋没我的份儿？
小花要急死了啊，这狗啊，嫉妒使狗面目全非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嫉妒使狗面目全非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谁让呀呀呀，谁让笨笨就是帅呢，对不对？帅的不要不要的啊，刚好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绳子啊，这个是之前买的，太小了啊，没用，小黑都带不上，那个没用啊。然后刚好这边又有一个绳子啊，这个绳子刚好有一个扣子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给笨笨带上去啊，带他出去转一圈，对不对？转一圈 ，happy happy， 快乐快乐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这样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啊？是不是很帅？哎，这个东西咋不太好扣呢？哎，好，扣上，好，走，笨笨，好嘞，好狗，哎呦，可以啊，走，哎，这笨笨知道要出门了啊，屁颠儿屁颠儿的，老开心了，哎呀，哈哈，喂，看那个啊，看那个小花，小花嫉妒了啊，没办法啊，走。慢点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嫉妒使狗面目全非呀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哎呀，好。小花在家要急死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现在笨笨已经上绳，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稍微还会往前冲啊，就是这样。你别往前冲了，你跟着我，好吧？呀，你不要往前面冲啊，你要跟着我，就是这样啊。哎，一步一步来啊！你看，我操，真的是慢点。哎呀，笨笨撒泡尿啊！你咋变成个姑娘了？这么撒尿啊？现在这个绳子配着这个项圈啊，呀，好了，走，简直是完美啊！是不是笨笨？哎呀哎呀，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小花在家，哎呀，你咋不要给我转裙儿了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转的迷溜气灯了，咋回？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老帅了啊，帅的不要不要的啊，帅的不要不要的。我们就往前面走一段路吧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大家看到没啊？真的是没有注意啊，这个麦苗已经长得这么。来过来，有车子，麦苗已经长得这么快呀！啊，已经发绿了啊！大家看到没？我的天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！大家看到了没啊？这个麦苗长得有多快，对不对？前阵子刚播种，对不对？刚给它搞好啊！这瞬间，你看麦苗长这么高了啊！看到没？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啊！一眼望去全是绿啊！就是这样。再加上这个小笨笨今天上绳子表现还可以啊。哎，不过还是有点冲动啊，但是我们，对吧？没关系啊，这个不影响。哎呀，我们带他去转一下啊，去哪儿转呢？对不对？这中午了，大家都做饭吃了，是不是？没地方去啊，是不是？要不去我奶家去转一下吧？去我奶家去转一下，带他去那边去转一下。哎呀，看他听话不听话啊？哎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全程记录啊，看看这个小花听话还是不听话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走，有不咬？我你绕住我了啊！我看咱俩到底是谁屈服谁。他绕住了，哎，他自己又绕回来了。好嘞，哎呀，他这个东西松紧程度还可以啊，还是留出来了足够大的空间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好了。我们到前面这边，哎，可以啊，这感觉比前几天更加得心应手啊，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啊，感觉非常的 nice 啊，感觉非常的爽啊，就是这样。走吧，去奶奶家转一下，看他吃的啥，是不是给你来点，是不是？走吧。哎呀，我们这儿还封着，你不要拽到我的左边，你就给我右边跑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他太有活力了啊，老有劲儿了啊，一冲一冲的，又尿了，哎，好，走，好，现在他走着，他都会回头看看我，哎呀，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啊，
一边走一边看我，就是这样。走吧。哎呀，走。哎，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啊，我这个心里面是越来越开心了啊，就是这样，走吧。哎，来来这边转一转，转转圈儿。哎，你又来这个地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今儿给他卖个薄抢书，那薄抢好看不好看？你看，好看呢、啊。这个薄抢帅的不要不要，帅的不要不要。哎，哎呀，还拿吃了吗？嗯嗯，今儿娘来给他做饭来帮你。嗯。然后我在我奶奶家这边来转一下啊，休息一下啊。这个笨笨一路上表现非常的棒啊，这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拉扯啊，他的话就比较顺心吧，比较顺手啊。这次出门就比之前顺手多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嗯，你还得歇会儿再吃呢。嗯，啊啥的呀，该吃你可吃了。嗯。十二点半，你上班了今儿？干了一宿了，嗯，工厂开工了，嗯，挺干的，那没法儿，嗯，你这个还是比较可以的啊，松紧程度还是相当 nice 的啊，就是这样啊，笨笨好帅，好帅，笨笨是不是帅的不要不要的？这不是叫笨笨，前两天不是来过，这不是笨笨还是谁呀？那就是笨笨的。嗯。我认识。嗯。那不是俺那个。你那是小贝，你想恁家的小贝了，我明儿给你带来，叫你看看他，好不好？好中，明天叫小贝带来。你别给我流口水啊，笨笨！你看着俺叔吃饭，你搁这流口水，你就有点丢人了。你那个阿杂菜，现在给笨笨上绳子啊，就是说，基本上啊，不会再有他不情愿走的那种状态了啊。就是上绳子之后，不管说他是跑得快了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最起码他愿意啊，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了啊，就是这样啊，非常的不错啊，我觉得不错啊，一路走来没有什么困难啊。就是可能还是年轻吧，还是年轻。他不吃过年去了好像没牛过。笨笨，你别不别不打，不打啥笨笨，越靠越近了你，笑死我你。他问你你这溜坐溜放的多，老香的慌。你真是过分笨笨啊！大家觉得这个好看不好看？这个帅不帅啊？咦，我天，不能在这儿待了啊！我发现这家伙流口水了，已经，他的口水已经沾到他的这个胡须上了，胡须我一摸，这都有水了，不行，咱回家吧，还是回家吧。我门也没锁，说实话。哎，你看他也不兴奋了，他看看我，看到没？这都是细节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都是细节，就是这样啊，给你去掉啊。